很多同学分不清 sometimes 的区别，今天学会这个方法再也不会出错。那首先来看 time 这个词，它可以表示时间，也可以表示次数。表达时间的时候不可数，不能加 s， 表达次数的时候是可数的，需要加 s。 那首先我们来看分开的情况， sometimeTime 呢没有复数，所以呢是时间的意思。Some 是一些，那 sometime 就是一些时间，一段时间。Do you have some time? 你有一些时间吗？那如果这里把 time 换成 times， 就是一些次数。I've been to the park sometimes. 我去过这个公园几次。再来说合并在一起的情况。Sometime， 这里的 some 就不能理解成一些，而应该理解成某些。Sometime 没有复数，表示时间，某些时间。让我们找某个时间把这事干了。Let's do this sometime. Sometimes 有复数，所以表示次数，某些次数，那就是有时。She sometimes go there. 她有时去那里。你学会了吗？给老师一颗小星星吧。